干什么？你要是有种，枪丢掉！你走，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，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、偷东西、恐吓、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？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社会废物呢？希望我们下次再见，不是你打我，我打你。而是一起喝茶。